们成功是安装了这个深海迷航这个零度之下这个汉化版本啊，这个第二天游侠网就出了这个汉化啊，但是现在是安装在正版里的啊，是安装在正版里的汉化就一天就出来了，不知道是这个质量好不好啊，可能会有很多 bug， 没关系，我已经把存档备份了啊，备份之后啊咱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啊。汉化肯定现在还是不完整状态啊，肯定有一部分是没有汉化的，比如说资料什么的。哎呦，选项游侠网汉化还行哦，现在全都变成汉化了啊，你看果然就它叫黑白模式嘛，一个黑白模式就电影模式，关闭吧，看一下汉化啊怎么样。日志啊，这些果然啊有一部分是汉化的，后面这个就没有汉化了，可能是因为赶时间嘛，它可能会后续慢慢一步一步更新的啊。哦，企鹅鱼，这叫企鳄鱼可还行，你能不能再真一点呢？啥是企鳄鱼啊，我天，这比大眼仔的眼睛还要大，它叫小眼仔。新生物没有汉化，有的旧的是旧的这个版本都汉化了，可能是它，我知道它为什么那么快了，它可能就是把原版的那个汉化啊先往这上面一套啊，把这个原版往这上面一套，套完之后稍微做点改动直接就可以发了啊。但是啊这只是我一个人的那个理解啊，可能很多地方都不对啊，我不太懂这个东西，如果说错了请谅解啊。吃这个陀螺鱼啊，吃一下吧，先把那个重力球造出来啊，就可以不愁吃了啊。我记得我扫过了啊，重力球这个电池肽小企鳄鱼啊，小企鳄鱼啊，行，我就以后就管它叫企鳄鱼啊，这就是个梗。引力陷阱，它不叫重力球，叫引力陷阱，铜矿石肽。没铜了，身上这是金块啊，居然是没有 pick up 啊，所以说这个质量啊还是可以套用的，但是我首先啊咱们生存模式啊不想搞这个东西啊，等咱们之后出番外啊啊可以可能会搞一搞这个 pick up 啊，把那什么暗影利维坦啊啊关进笼子里啊，什么感觉是吧，还有那个什么死亡蠕虫啊，还叫什么蠕虫啊啊，还有这个企鳄鱼是不是，这边又叫重力捕鱼器了，那边叫引力球，没事，有个汉化就行了。要什么自行车？目前啊，这个游戏啊，现在还是一个测试阶段啊。现在游戏很多地方还没有完，还不完整啊。比如说啊，那些新的载具啊，可能现在还都没有啊。地图啊，可能只有这一片区域啊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啊，如果要是等完全正式版出来的话，可能要等到明年去了啊，可能要等到那个年末了啊。所以说，他为了让咱们先体验一下这个游戏啊。啊，先把这个游戏这个是边卖边做啊，边卖边做啊。然后我终于搞明白这个球了，这个洞洞鱼啊，这个洞洞鱼啊，是因为它旁边啊跟那个旁边那个小鱼是共生状态啊。如果你靠近它，它那个旁边小鱼会打你的。可能现在连那个摩托车啊，载具飞行摩托车都没有啊。我怎么来到这儿来了？现在可能就是说，我要如果每天出一期视频的话，每天玩这游戏玩一两个小时，每天玩一两个小时。然后可能就是很快啊，这个游戏的现在目前的内容啊都要被我玩完了，之后就只能去玩，先玩别的游戏，等这个游戏更新之后，什么时候更新什么时候再出这个游戏的视频，因为目前没有办法，这官方啊不着急啊，咱们也不能着急是吧。还有那个载具什么的只是在创造模式啊可以用代码生成的那种，现在在生存模式是好像是造不了的，应该是我不太清楚。吞气没电了吗？哇，充电器没电了还行，哎，咱们得搞那个电池充电器啊。我看一下，没有，现在还做不了，咱们先再做个电池吧。这个电池只能先扔这儿了啊。带状植物，就这个叫带状植物。背包好满啊，充电球放上去，放到哪儿比较好呢？我看哪边鱼比较多一点啊？哎，这个地方比较深啊，咱们放这儿，放这儿应该挺不错的。然后能把四周的鱼全吸引过来。哦，已经开始吸了，看看它，泡泡鱼，抓，啊，吃吃吃，舒服了呀，舒服了呀。行，就一直在这放着吧，以后没有吃的就从这儿拿，非常的舒服。现在再做两瓶水，直接喝饱，吃饱喝足，咱们上路啊，不那个。咱们那个出发去找那个什么充电器啊，充电器，电池换一块，
电池已经没电了，太快了这耗的。然后这电池扔在家里。哎呀，咱们还得做一个，咱们是时候该做家了。现在能做房子吗？看建造器吧。现在还没有建造器，还没有建造器，咱们还得去找。我觉得应该先做个焊接器比较好。先做个焊接器，之后到那个找什么残骸呀，把那个电路修上就可以探索了。结晶流，哎，结晶流不是那个海底的那些吗？熔岩区那边吗？这个怎么搞啊？现在这不就硫磺吗？哦，自爆鱼哦，这现在有自爆鱼吗？我记得自爆鱼掉的是自爆粉啊，以前现在变了吗？找，咱们去洞穴里找自爆鱼。哦，对，咱们昨天你们还记得吗？在砂岩那个地方有个洞穴。那个很深的洞穴里面就像雪游区那样的东西，咱们去那里，那边还没探索完呢。又是这个东西，它一直在这儿，它万年在这儿了。我吸一下，别打我。哦，不打我。好，走。这边看看有没有什么鱼啊。没有自爆鱼也无所谓啊，可以收集一些别的东西。这有个草，先把这个信标放在这儿，标注这是个草啊，这吸氧气的，吸吸吸。啊，不是这个啊。好。哎呀，啊，它一会儿会长的，不用担心。嗯。咱们从另一个洞口出来了啊。哦，这是哪儿？哎，这不是咱们过来的洞吗？过来的路啊，就是还是这个地方吧。这不汉化是在游侠网今天更新了汉化，这个拿起来了，不需要了。感觉这个洞很小啊，看起来很大，绕来绕去的，其实很小的。我一卡都很难受，真的，说实话。再调低吧，调到最低画质。我好了，好很多了。哎，其实但是画质也没差多少啊，这画质还是没差多少的。反正我是看不出来。哎，那个女的不联系我了吗？哎呦，哎，进了这个冰川洞口了。这里面是干嘛的？还是这个洞洞鱼？哎，这里是哪里？又是这个特别好看的鱼，我要养一个放水族馆里，啊，然后饿了就吃啊，以后就吃它了，太好看了吧？这怎么全是这个鱼啊？这个鱼我现在有点怕它了，它旁边有小弟呀，它有小弟保护它，你看它全是它的小弟啊，是不是吓你咬你？太狗了！我想知道这个鱼叫什么？这叫多奇虾呀！我感觉它这个模型，它这个原型是跟那个原版里那个兔子鱼做的。我看着像啊，兔子鱼，不知道你们觉不觉得像？灯就不能开，灯开就特别的那个费电啊。哎，哇，这有个珊瑚板，哇，好不容易找到这个东西，赶紧挖掉一个。我可以分解成两片，这个就不要了。这边珊瑚板还少了，我找到自爆鱼了，快溜！Nice， 结晶流啊，就是这个东西。扫描一下它，看看它那个资料里有没有说，它一般在哪儿生成。哎，这个氧气吸不了多少啊，它不是直接吸满的。这个只给你，好像是只给你20多氧气。找找自爆鱼，自爆鱼应该是在这边比较多一点。这样吧。在这里放上一个东西。哎，等会儿氧气不够了，先上。有没有洞洞鱼？先吸个这个，好，再上去。我感觉到处这边好多这个东西啊，吸一吸就不用再吸了，就不用上去了。哎，这个吸名字没有重置，那好啊，那咱们以后就带这个信标出来了，一放哪儿就吸。哎，这个是个自爆鱼，哎，不是自爆鱼吗？啊，这珊瑚板碎片，是这个游戏的优化问题，还是我的电脑问题？我电脑以前玩水世界不这么卡呀，是不是它的优化问题啊？是优化吗？哎，
这个官方一点都不良心了。哎，这什么鱼？哇，哎呦呦，这什么东西？它咬我吗？它好像不咬人的。扫一下，极地咬，我的天，奇形怪状的这个东西长得。哪个是它的头，哪个是它的尾巴呀？哎，这，哎，这是那个宣传片里那个鱼，是企鹅的那个。为什么他们都不打我啊？我他们都是好的吗？这里面鱼都不打我了，是不是因为海皇把这里面清洁之后，他们就没有攻击性？哎，找到这个东西了，第二个吗？这边可以让扫的吗？没有，我卡的受不了了呀！哎，他说话了。这是因为汉化的问题吗？可能是汉化，那我把汉化先不装，先还原成英文版，先还原成英文版吧。受不了了呀 ！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像真的是汉化的问题。哎呀，我现在没有那么卡了。哎呀，又卡了。好吧，不是汉化问题，是我电脑问题，我错怪这个汉化了。哎，这有个外星人的遗迹。哇，他让我扫五十个，我现在才扫第二个，才4%。我靠，这怎么扫啊？我是上哪找这么多去啊？这谁顶得住啊？我跟这个走，等一下，我放个出口，咱们无论做什么事啊，都给自己留条后路啊。做什么事都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啊。这边放个出口，啊，要不然迷路的可就不好搞了。我这边可以进来了，来进来看一下。什么声音？仔细听，哎，又没了啊！咱们先来到一个洞里啊。哦，吓老子一跳！我门开了，哎哎，老子进来了。说啥了？我先。看能不能翻一点是一点啊，啊啊好，啊行，哦哦是这个意思，哎我天我都明白了呀，走吧走，我知道了，走跟我走，明白了，走就完了。呜、哦，吓老子一跳。他把门关上了，哎，哎呀，那只能继续往前走了。You've met Altera, then. It is what we will do. People will come for me. They will also stay here. That is all. I waited my life for this. I'm not your enemy.Hello， 我要渴死了，没水了，怎么办？哎，我要渴死了呀，兄弟！哎，这可咋办啊？他把门给我堵住了，我赶紧走。哇、哦，这边到达那个像外星大炮里的地方，现在这边模型不多啊，所以说不怎么卡。哎，就哎呦，我的天！宇宙方块，宇宙魔方，我它在蠕动啊，是他在跟我说话。You're not touch anything. You would not understand. Die peacefully. 啊，好嘞，明白了，上去啊！他说让我上去啊，跟他打个招呼，然后就赶紧溜啊。这什么？下载一个东西。哦。他把我怎么了？哎，把我关进小黑屋里去了。哎，不对，我昏迷了，反正皮卡吧还是。
下载完毕。跟我合体了。哇、哦哎、我的脑海里传出他的声音。哦靠。哎你们可以试试 戴耳机听。哦这个声音啊、哦、酥酥麻麻的。好舒服啊。哎呀爽了。好好像是那个 ASMR 啊。赶紧多跟我说的话。啊舒服呀、啊。I am experiencing technical difficulties. 啊，我要咳死了。Do not move. 啊，它变成毒液了。Do not move. 但我咳死了呀，它不让我移动，错误。Hibernating. I didn't mean to scare you. 啊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！赶紧给我找水喝，毒液。咱们就管它叫毒液了，以后啊。一个意思，一个东西啊，差不多这意思啊。什么也没解锁，赶紧找水喝。没有东西可以扫啊，有扫去右下角就提示了啊。现在没有东西可以扫的。哎，保存，我现在不敢保存，我现在保存我要出不去怎么办？凉了呀。等会儿先不保存，我还是没搞懂他刚才跟我干嘛了。出口，出口，出口在这儿。信号我机制啊，信号机制，放了个出口在这儿。啊！啊，没血了，没水了。泡泡鱼，泡泡鱼啊，是在扣血。泡泡鱼，生吃，生吃。哎，生吃不行吗？凉了呀，200米。等我，我感觉咱们在这里就是一个错误，我觉得咱们回不去了。直接死了，然后丢东西了。回档，我跟你讲，现在呢这一步是怎么样的？那个时候还有水喝，啊，赶紧进去跟他说话，东西啊，这个扫不扫啊，无所谓啊，无所大谓啊，这个东西扫不扫，先不扫，先进去跟他说话，让他那个毒液、啊、跟咱们融合一体，然后再出去。我玩那个什么时代牧场嘛，玩习惯了，出门从来不带水不带吃的啊，时代牧场不需要吃水，不需要喝水吃东西，没事，30%够了。一会儿看看我的速度，赶紧出发，30%够了。氧气没了，不慌，直接进去，直接进去。这才叫极限，兄弟。当你们认为我必死的时候，我总能找到活口啊！不慌，现在这个氧气够了。刚才我一路上没有墨迹。搞快点，搞快点，搞快点，搞快点！就搞快点！好，然后听酥酥麻麻的声音 ，ASMR。哎呀，还得等他说完话。快！快！话怎么这么多呀？够了，因为会摔血，不慌，摔一点点。
我还有救吗？是的，我还有救。我赢了，我胜利了啊！我已经赢了呀，兄弟。现在全体起立啊，鼓掌啊！中途还不忘捡水啊，要不一会儿回家忘带泡泡鱼了，那就尴尬了，所以中途捡泡泡鱼。看到没有，这才是真正的极限操作。这不就喝上了吗？慌啥呀都啊。但是那个地方好像找不着了。哎呀，这就尴尬了。我把那个信标拿出来干嘛呀？嗯，你是怎么在这个里面做到的？你这是鬼才。好，咱们的那个重力球现在可以派上用场了啊！捡点鱼吃啊！现在，哎，我感觉我这个东西就是给这个鱼做的啊！他是不是专门从我这边偷吃鱼啊？给他困的那是。Take a sample and send it up in the cargo rocket. Okay, I'm on it. 啊，对，咱们要吃那个最好看的鱼，就这个，看它烤熟了是什么样子。Hey, you in there? We're in trouble. If you send a sample, your masters will come for us. They'll do the same if I don't. 哎呦，return me. 这能吃吗？这玩意儿。So you can trap me again? No. Then I will not. 这个水加的多。Initiate the scan. 哎，可以，现在可以做这个修理器了。我现在血不够啊，咱们可以做个这个东西吗？哎，可以用纱布做啊，虽然有点浪费吧，哎，没有关系了。哎，补满了，舒服了呀，又没有电池了，咱们不能每次都做一个电池吧，这太费电了。咱现在是有了修理器啊，然后咱们可以做一个外用的这个储物柜，这个好小啊。我这个格子是变大了还是之前那样啊？我不知道啊。放点什么呢？好像没啥可放的，先放这儿吧。我也不知道放啥。其实目的就是用了这个四个钛啊，啊，腾了四个钛的空间啊，就是这样的。什么去？哎，这上面有个东西，那上面有个建筑，哎，外星建筑。哎，咱们过去看一下，怎么过去呢？这个地方。节目建船建造台，我想造个载具海鳄号有没有啊？I need 海鳄号啊！哦，哎，这玩意儿好了，不摧毁了。啊，这地方好了，修好了吗？哎，梯子呢？我得回个档从上面跳下去，这应该就是个 bug， 就是个贴图。他们虽然是好了，但里面很多东西都用不了，你好了也没有用是吧？我是很机智的，我在这时间提前就保存了。从这儿下，看一下，这不是我之前踢的那个东西吗？我这个东西还能点？哎，手怎么分离了？我又回来了。你们见过吗？啊，就是家被毁了，咱们还回来了。我感觉我是玩这游戏遇到最多 bug 的人啊，没有之一，真的。你们承不承认？我是玩这游戏遇到过最多 bug 的人。你看这地方完好如初，这灯我还能捡啊，之前漏的还能捡。F8 反馈 ，OK， 你都提醒我了。好，咱们现在可以回档了，回档去那上面，走到那个地方，外星基地啊，要不咱们上不去的。我也不识字，它的翻译在哪儿啊？它机翻都能翻译出来个大概啊，那个 my 啊 save 的啊 bug 啊，这类翻译啊。
哎，空投又掉了。哎，又有空投，等会儿。这怎么过去啊？我这跑酷游戏让我完成了这个东西。哎，这地方造好了吗？这地方建模好像没好啊。是完成品吗？这上面根本就去不了。哎，这怎么过不去啊？什么破地方？这没做好的吗？入口在一楼啊，我知道入口在哪儿了，入口在咱们之前下去的地方。这上面只是一个假的，但下去需要那个东西，需要密码的。这下去吧，需要密码，然后我还不知道密码是啥，我可以试一下，咱们试一下密码。哎，这是开了吗？不是，我为什么过不去啊？我靠，弟弟，这可咋办？密码等我算一下，咱们想一下，咱们回忆一下之前的东西，之前那些数据，咱们是福尔摩斯啊，现在是客串啊，4378啊，这是记事本，这是记事本，4378，然后9314，9314。876，哎不对呀、啊、是怎么啊，4689432，啥呀？咱们回去捡矿头吧。哎，这里是哪里啊？我来过这儿吗？我没来过这儿。这是另一条路了。嗯，哎呀，哎我靠，绕回来了，这能上去吗？咱们回去就不用搞这个东西了，直接就回档回去了，因为太慢了，走好久了。游戏发你玩玩可还行？你是年度史上最佳弹幕吗？你是弹幕鬼才吗？你是游戏发你玩玩？好，回来了啊，直接回去捡空投去。哎，这时候空投还没落呢，哦，在这儿呢。这空投落哪儿了？还没落吗？我靠！不是，我说的不是这个空投，刚刚落的空投，兄弟，刚刚从天上落的空投，哪去了？他没有，我不是说的箱子，天上的怎么没了呀？他为什么标注是这样的呀？这是个什么 ？Open Strange。哎呦，我靠！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操，给我一个像钻机手臂的一样的东西。好像是发射鱼雷还是钻机的什么东西，机械臂。我记得刚刚明明就从天上，不光是有这个小盒子，天上还有一个东西落了下来啊。DNA 提取枪，这么厉害？我是这个样子的。等一下，我去保存。哎 ，Sam, I've got the sample. Looks normal. Okay, good. 我从自己身上。吸了一点这个化妆品啊，我还能无限吸，我这么厉害的吗？再吸一点啊，无限的电，无限的吸啊，叔，哎，枪呢？给我换了仨这玩意儿，不是这个是 bug 还是什么呀？这是 bug 吗？枪会没掉的吗？这是用三次就用不了了吗？啊，只能用三次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个东西是消耗品是吧？行吧，我把它放在这里。好，不要误会啊，这个是这个润滑油啊，这个不是那个化妆品。你们要汉化吗？汉化会卡的吗？你们要看汉化吗？要看汉化的举一下手。为啥想要看汉化呀？那开，好，给你开。
A few moments later， 现在有汉化了，开心了吗，兄弟？哎，又多出个空投，等一下，又出个空投，刚才原来不是那个东西，那我的那个东西呢？镜头还在这里，又多出空投，咱们是等白天呢？算了，这晚上直接浪，哎，就2%的电了，干就完了。嗯，空投呢？啊，在这儿。哎，啊，这啥操作呀？不是，这是啊？这不就指的是那个东西吗？他说是这个空投吗？我离远点看一下，是不是这个东西？哎，离得这么远都不行，我得隔着东西，隔着个墙，这离得不近呐。哎，不是那个东西啊。不是，到底是不是他呀？我看一下，我瞄着准星，瞄着这个东西，看看一会儿是不是这个东西。好嘞，他说的就是这个东西。我明白了，他现在这个图标改了，然后变成这个空投的样子了。我现在这一堆空投图标啊，我也是醉了，不知道哪个是哪个了。把家标成其他颜色啊。哎，改错了，啊，加标成黄色的，被挡住了。等一下，我一会儿回去再调查一波。不要急，我这重装球怎么不好使了啊？我重装球为什么不好使了啊？是没电了吗？它这个东西会没电吗？哎，我捡个鱼，捡个鱼放旁边。我的救生球为什么不好使了？哎，啊，好使了，行吧，哦，捡吃的。哇，终于知道为什么这里面一直没东西了。哎，原先的那个水世界啊，不会那个吃这么多鱼的啊，现在啊不吃我了，改吃鱼了是吧？啊，一个都不给我留啊！是啊，你还不能吃，要你何用？你给我吃鱼，滚，能不能把这企鹅赶走啊？哎呀，我把这个东西换个地方，换个企鹅少的地方，换这边好像没有企鹅。哎，这边都没有鱼了，咱们家旁边都没有鱼了，我吃啥呀？哎，这边有鱼，可以。放这儿。哇，舒服了。好的。多捡点。他饿死啊都没有关系啊，不能让那些鱼吃啊，咱们多捡一点，放那个外面也可以啊，全都捡了。哎。这个收起来啊，不能给他们有任何吃鱼的机会啊，不能给他们有任何吃鱼的。等我要吃鱼的时候，找个鱼多地方引力球一放，哎，一吸之后把那周围鱼全拿走，放家里，放这个东西里，哎，这样他们又不会饿死，哎，又可以长时间储存，要吃的时候直接从这里取做，哎，我就这么机智，先吃一个水，一个食物就够了。靠，东西全给他们吃，那还了得啊？哎，点错了，为什么把这个做成食物呀？会腐烂的吗？他没有死啊，他现在没有死，他不会腐烂的呀。我没有把它烧熟啊，他会腐烂吗？不会腐烂的。
不会死的。不是，我没有烧熟，它是生的。哎，好的，那么时间也差不多了，然后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这期视频也就先到这里，如果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订阅点个关注都是可以的，然后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，拜拜。 QQ